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7月1号，星期三。今天呢，跟各位聊一聊这个中国大陆在80年代就红极一时的著名影视明星刘晓庆。刘晓庆这个人呢，对于中国大陆十几亿人来说都不陌生，因为他出名出得很早，而且呢，他基本上是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绯闻啊。各种各样的新闻啊，反正大家就一直关注他。过去呢是关注他，说他是亿万富姐，说他有多少多少个情人，甚至跟中国的权贵有如何如何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往来，甚至有人添油加醋，说他是有什么多么强的权贵背景。但是后来在2003年，由于他所谓逃税漏税，坐了牢之后。那大家就可能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些不同看法了，如果真的要是讲背景那么雄厚，后台那么硬的话，按道理不应该因为逃税漏税这件事去坐牢，因为中国大陆那些逃税漏税的商人富人有的是，哪能轮到他这个刘晓庆呢？是吧？也有人说他由于太嚣张，得罪了一些高官，甚至还有人说由于他拒绝跟一些高官上床。所以呢，造成了这样一种报复，等等，所以有关刘晓庆的说法非常多，他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人，他这个富有争议性呢，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从1983年，当时呢，198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路》，也就是刘晓庆的自传，那个时候刘晓庆才刚刚崭露头角，成为大陆的一线影视明星，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写了这样一本书，那本书呢，我当时在大学里边就读过啊，就感觉到他是个性很强啊。其中有一句话到现在可能是很多人经常引用的，说在中国做女人很难，做一个有名的女人难上加难，如何如何，反正就这类的表述吧。也许我表述的不是非常的准确，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当时呢，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人们这个，应该就是说聊天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应该说饭后茶余，人们经常提及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呢，我想这个他那个时候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非常多，其中有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就是当时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时候，据说有一次北京电影制片厂没钱发工资，是刘晓庆私人借给这个电影厂说。给他发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大家感到惊叹。哎呦，她一个女演员，而且是个年轻的女演员，怎么就有钱给全场发工资、垫付工资？到后来呢，她自己也用这样的一个标题作为这个她的新的自传的就是从影视明星到亿万富姐儿，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口语化的称呼，是别人称她是亿万富姐儿。但是呢，他自己也就把它作为自传的封面，也许是出版社的意思，但是他接受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件事儿呢，很多人都是津津乐道的，而且他跟过去跟男人有很多的这个绯闻，也是中国大陆那么多的地摊文学呀，各种各样的地方小报、晚报，文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把他这个当做一个谈资。那么刘晓庆的年龄也是个谜，有关她的年龄呢，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说她是1956年生的，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有很多人把她说成是1956年生的，1955年生的，这两种不同说法了吧，对吧？现在的这个电视台啊，一些报纸采访她的时候，大概刘晓庆是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是按照我的记忆，因为我在80年代初就已经注意这个演员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看到的资料了解呢，他是1952年出生，这个来源也基本上是刘晓庆自己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出处，所以1952年出生呢，这个年龄比较吻合，能够对得上。但是现在我看到这个维基百科中文呢介绍刘晓庆的时候，说他是1950年出生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一定的依据呢？也许有，那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反着推算一下呢，他呢这个要讲起来的话，他这出生在四川涪陵不算是一个大城市。大家知道，
四川涪陵是出产榨菜的，四川榨菜的那个地方，是吧？按照这个维基百科中文的这个介绍呢，他是1950年10月30号出生，当时呢，他的父亲是过去大概算是有历史问题的，有什么历史问题呢？说他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但是呢，又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然后呢，出身呢又是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呢比较复杂，所以他父亲跟他母亲大概关系也不太好，后来呢就是离婚，离婚呢就没怎么管过刘晓庆，那么刘晓庆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对父亲没什么印象，而且后来当他这个成名了以后，他的父亲大概想寻找他，想跟他见面，一开始他是坚决拒绝的，到后来大概还是跟他父亲见过面，甚至给他父亲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呢，在情感上他过去是难以接受的，觉得这个父亲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离开了他们母女，而且这个作为他来讲的话是有一把辛酸泪啊，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就不去细究了。他是在1970年中学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四川达县的一个达县专区吧，那个时候有行政专区，当时有一个农场叫宣汉农场，他到农场之后不久就参军了，为什么能参军呢？因为他这个文艺方面有特长，能歌善舞又会乐器，因为他是在四川读的什么中学啊？是音乐学院的附中，因此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先天读后的条件，后来呢，刚才讲到他父亲的时候忘了提及一下，他父亲实际上是被造反派，这个文革的时候被造反派打断了双腿，这个事情是刘晓庆后来知道的还是以前知道的？反正刘晓庆很长一段时间跟他父亲是没有联系的。那么他后来呢？刚才说到他因为擅长文艺，就成为这个达县军分区宣传队的文艺兵。这个后来这个宣传队呢解散了，解散之后就考到了成都部队的话剧院，那么就是解放军的，也是文艺兵了，而且是专业文艺团体。1973年，当时呢，就有一些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海峡》，这个《海峡》呢，就是根据一部长篇小说，李汝清的一部长篇小说叫《海岛女民兵》所改编的。一开始大概挑选刘晓庆担任女主角，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是把她换了一下角色。那个女主角是吴海燕扮演的，让她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但是大家想想，1973年她能参加拍摄这样的影片，然后1975年这个影片上映，也算是小有名气，开始出道了所以她基本上是在1973年、1974年就已经涉足了影视这样的一个获奖，艺术道路吧，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出道。然后他这一部电影之后，就连续受到了很多很多部电影的这个邀请，尤其是1979年，他担任了一个女主角，是那个影片的名字叫《小花》，后来呢又演了一部片子叫做《婚礼》，这两部片子都获得了很大反响，然后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你如果得一次还算不错，但是呢。他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连续3次获得，这个百花奖，最佳，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他在那个《乔治一家子》这个电影里边演的就是最佳女配角然后得了这样一个奖。他是1980年正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当时与这个李秀明、张金林并称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三朵金花，李秀明大家知道是在。文革时期获奖四人帮时期最红的一个女演员，她是天津的吧？人长得非常的漂亮，也符合那个四人帮那个时候的审美的口味，审美口味，对吧？就是当时是眼睛特别大，特别明亮，然后拍了很多那种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啊、春苗那样的电影里边，李秀明都是主角。那么张金林也是漂亮，这个也演过很多革命的红色的电影。所以刘晓庆跟他们相比较而言，
还算是出道相对晚一点的，啊，因为李秀明出道更早。但是呢，198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办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那次办联欢晚会也没想到后来会年年都办，只不过一开始就是想办一届联欢晚会。在那届联欢晚会上呢，刘晓庆担任了这个女主持人，而且呢是唯一的女主持人啊，所以呢那一届晚会她表演了一些节目，一个人串了很多场，所以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她的普通话其实讲的不怎么样。普通话，你要是说这个电影里边，她还可以后期制作配音，就是她如果直接讲普通话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刘晓庆的口音不是那么标准，因为她四川人嘛。他四川普通话的发音不是那么标准，另外呢，就是大家对刘晓庆有一个评价，其实哈，在这我本来是不应该说的，但是呢，我还是透露一点，我跟我太太在80年代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一块看电影聊天，讲起中国的女演员，我那时候还挺喜欢这个刘晓庆的，因为刘晓庆长得确实挺漂亮，而且带有一种青春的气息，我注意她是大概是1978年、79年就开始注意，那更早的话，那就是在《海峡》里边啊，虽然那是镜头不多，还有一个《感谢你》，什么那些电影里边，我就是说应该接触他蛮早的。但是呢，我太太说她不喜欢刘晓庆，我说为什么？她当时还不是我太太，当时是女朋友，她说这个因为刘晓庆，她说在很多电影里边演的，给人感觉都在演她自己。他这个好像没有像有些演员啊能够带入到角色之中，而这个刘晓庆更多的是一种本色演员，就是说他如果遇到了适合他跟他这个个性各方面比较相吻合的角色，他演的可能就比较出彩，但如果要是反差比较大的话，他可能就演不好啊，所以演来演去演的给人感觉都是在演刘晓庆，而不是演那个角色中，就是或者讲故事中的那个人物。后来我听了我女朋友当时这样说啊，以后呢我也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哎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后来我太太就讲嘛，就说这个刘晓庆，她说她不看好，虽然名气大不见得演技好，她说看到有很多比刘晓庆更优秀的演员，虽然名气没有刘晓庆名气大，我觉得也是，你看刘晓庆后来演了多少电影，演了多少影视剧，包括舞台上。但是真正好的创造的深入人心的角色并不算多啊，就是从成功的概率来讲是比较低的啊，就是从一线演员的明星的这个角度去要求他的话，而且现在也没有人再把他看作是一线明星了，他只是在80年代曾经是中国的一线明星。那80年代呢，刘晓庆当然也演过一些比较著名的电影了，那谢晋导演就是有一部《芙蓉镇》，在《芙蓉镇》那个电影里边，她比较好像，因为她是女主角嘛，演胡玉英和姜文配戏。但实际上那部戏里边姜文演得更好。另外，演这个那个有一位女的党委书记的，还有演那个疯子的，其实从演技上来讲，那些人更出色。那么作为胡玉英演的不过一个比较普通的女子的这个角色，没有太多的演技上的这个。就说挑战性难度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后来呢，这个刘晓庆还演过什么？还演过不是后来了，就是以前在80年代初的时候，她演过《原野》《春桃》，这样的话她得过几次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大概是有3次吧。所以呢，据说到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连续3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后来她还在北京电制片厂拍摄的《红楼梦》里面涉演王熙凤，但是刘晓庆版的王熙凤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吗？我不记得我看过，我都没有这个印象，我都不记得她演过王熙凤。大家想的这个王熙凤可能一讲的话就是邓婕所演的啊，1987版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啊，那个王熙凤印象给人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当时呢，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一个著名导演叫李汉祥，当时呢拍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这个电影当时宣传的力度都非常大，
啊，就是应该说这两部片子当时在国内是作为主要的主打片啊，宣传攻势非常猛，而且刘晓庆当时也很有名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但是大家看了这两部电影以后呢，还是比较失望，觉得他不太适合啊，就是他演的慈禧啊，或者他演别人，给人感觉呢都不是那么贴切。后来随着80年代末，中国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89、64屠杀之后，有一部分演员那段时间呢演艺生涯也受到了限制，所以有些演员呢，比如说李秀明啊、张金林都开始退隐，接的片子很少，甚至不演了。然后陈冲、张瑜、斯琴高娃这些人呢都出国。刘晓庆感觉到，他有一个感慨啊，说无敌最寂寞，就是意思说没有竞争对手，他显得反而显不出来。其实这个话呢，当然说是说得很好，但是呢，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状态。从1990年开始呢，刘晓庆就涉足商海，他在深圳那边办公司，最鼎盛的时候呢，旗下有所谓26家公司，几乎涵盖了各个行业和领域，成为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且当时美国的这个有一些杂志啊，排行榜把他排在中国富豪的第45位，说他当时的这个身家大约有7000万到9000万美元。后来呢，他离开了演艺圈5年之后，又有人邀请他拍摄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他觉得这个片子呢，他是非常非常想演的，他最想演的就是像《武则天》这样的一些片子。那么从16岁要演到62岁，很有挑战性。这个片子呢，总的来说收视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刘晓庆他的演技也看不出有多大的突破。后来有一个电视剧，也是电视连续剧啊，叫《桃之恋》，他在里边演小凤仙，那个片子拍的比较烂吧，就说有些片子确实是拍的比较烂，而且有人说是因为碰上了《还珠格格》同期上演，所以那个片子收视率不高。然后到2004年的时候呢，刘晓庆在出狱之后又演了这个，舞台剧，就是话剧了，有人说是音乐剧，其实我也没看，我也不知道什么剧，叫《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另外他又拍了很多的电视剧，他还写了一些传记，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我的路》，还有我这8年。那么作为个人婚恋这一块呢，他先后就刘晓庆呢，第一个丈夫是王丽，就是立正的立，他跟王丽结婚时间是几年时间呢？6年时间。然后呢，后来跟陈国军结婚，婚姻时间是3年时间。后来又跟这个阿峰结婚，是2年时间。在这中间呢，我们知道除了王丽、陈国军，这两任丈夫以外，他当时跟姜文因为拍《芙蓉镇》打得火热，所以两个人也是恋人关系。而且陈国军知道了以后非常吃醋嘛，他们就是经常发生那种冲突。在陈国军的那本书里面还提到要跟姜文打架，姜文很害怕，但是后来呢，就是说，他又换了别的恋人了，那就是有一个叫吴卫国，吴卫国也跟他在一起演电视连续剧。还有一个呢是阿峰，也是一个从艺的艺人吧，这些人就是，后来呢他又嫁给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啊，其实是华裔啊，华侨，是2013年8月20号，跟一位叫王小玉的，美籍华人在旧金山举行婚礼。这王小玉呢是祖籍安徽合肥，但是呢长期生活在美国，他是一个家具大王，工厂遍布广东、浙江、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是中国侨联的常委，还连续3届任全国政协委员。那么他现在应该说他的这个生活比较稳定了吧，就是刘晓庆最近这些年他上新闻，上娱乐头版都是什么呢，都是他如何保养的好，他那个皮肤啊就好像是看起来，有人讲塑料美人啊，看起来很白很亮丽，但实际上一看那就不自然啊，而且他刻意想隐瞒他的年龄，编造他的年龄，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
因为刘晓庆你再怎么说你也说不到18岁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真实年龄，我觉得1952年出生是比较可信的。如果讲1950年出生，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有一些旁证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啊，要讲56年出生、55年出生，完全胡扯。因为我们当时那一代人，所以从他一开始出道就关注他，都是有当时的年龄的记忆的。他怎么可能越活越小了？所以这完全不可能的。其实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丽，不管到了什么年龄，在某个年龄段都有特殊的那种魅力。我觉得有些美人到90岁还有90岁的魅力，所以何必非要去，讲黄瓜刷绿漆，非要扮嫩呢？没必要。我对刘晓庆以前在80年代，我欣赏她，除了她漂亮然后呢活泼，演了很多的东西以外，最重要的是欣赏她的个性，她有点我行我素，她有点挑战当时的主流权威，挑战当时的世俗，就是对当时人们的一些说法，她不在乎，这些我觉得她很牛。但是呢，后来啊，就是现在人们议论的越来越多的是她如何年轻。如何会保养，每次都要显示出青春靓丽的那一面，其实这个很可笑，因为你老了就是老了，你再装嫩也不行嘛，对吧？人这个自然规律，你只要在老的这样一个前提下，这个真实的情况下，尽量的多参加运动多养，就是各个方面能够注意保护自己，尤其是皮肤，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做法了，没有必要非要去创造所谓的奇迹，跟这个。跟大自然叫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他，过去有很多传闻说他经常，当年在80年代火了以后，经常能够非常自如地出入邓小平家，这完全是鬼扯。我们现在查不到一个权威性的报道，就是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正式地接见过他，没有，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这种官方的报道。那有没有一些私下的交往？有人说，如果到邓小平家，就经常能看到刘晓庆，这个也是胡扯。我没有看到一个有名有姓，能够就是在大众，就是大众话语圈里边能够有很高声誉的人，确切的说过在邓小平家见过刘晓庆，没有一个人说，这都是传闻，是吧？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胡扯。还有人说他在邓小平家碰到江泽民，江泽民怎么想？调戏他，想占他的便宜，他怎么瞧不起江泽民？然后有人说习近平跟他有什么交往，完全都是鬼扯没这回事儿他其实没有多深的权贵的背景。过去呢，在他最火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编出了他一些过分的这个桃色绯闻。有的人说我说的这个故事不是现在说的，现在说的话就不值钱了。这是1987年，当时就有人跟我说，1986年、1987年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刘晓庆在深圳，只要一些高干子弟或者有钱的人约他上五星级酒店睡一晚上，就能给他多少万元人民币。那个时候说万就很大了，对吧？说睡一夜可以给他好几万人民币。说刘晓庆如何如何随意的跟很多人都上过床，甚至有的人有鼻子有眼的说，我的那个哥们儿他是高干子弟，他也有钱，他就跟刘晓庆睡过3次。听这样的话。我只听了笑笑而已，我也不相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以刘晓庆当时的名气，她的这种个性和傲气，她不是那种随便掏点钱就能上床的人，是吧？这点咱们要跟她，就是不是说给她打保票，而是说她这样的人啊，你还真是不能小瞧，她有她的这个也个人的这种尊严底线，虽然讲你说她不是有很多任的丈夫或者很多任的情人，但人家还是。很认真的当回事儿的，并不是那种杯水主义，所以这点咱们还是要澄清，不能乱说。到后来呢，你说，他后来2003年坐牢，对吧？坐牢的时候，姜文显得非常有情义，姜文是想尽办法想把他从牢里面救出来，也花了很多的钱，动用了很多的朋友关系和资源，但是呢。刘晓庆出来之后，一方面也感谢了姜文，但是并没有和姜文破镜重圆，反倒是跟阿峰打得火热。这个阿峰是何许人也，我们也不是了解那么深，对吧？但是知道阿峰可能就是演艺圈里边的或者商界有点这个资源，但是后来跟阿峰没待多长时间又分手了，
吧？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刘晓庆这样的人是不是嫁给洋人更合适呢？好像也没有听说他跟洋人结婚，有没有洋人的男朋友，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估计可能也有过，是吧？所以呢，现在刘晓庆到了这样一个年龄，还有没有可能再有新的婚姻呢？可能性不大了。最近还有一个传闻更加令人难以相信，说她这个怀孕了啊。如果按照1952年出生这个年龄算的话，她现在已经68岁了，68岁怎么怀孕啊？然后说她的丈夫王小玉77岁，我觉得这个传闻都是在胡说八道啊。那如果有人说不信打赌，那到时候她生出一个孩子给你看看，那肯定也是造假嘛，也许她就是代孕啊或造假，那种东西咱们就不说了啊。我相信这个刘晓庆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过一种退隐的平静的生活，她应该是衣食无忧，这点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她打拼了大半辈子，一开始20多岁就出名，那么有名气，应该说她生活的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人呢，究竟要有点像古人所说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有局限性有所了解，对吧，就可以了。我看他做一些访谈节目的时候呢，说话口气啊口吻都比较狂傲，因为他过去是中国第一女王吧，就是影视界第一女王啊，这是，但是后来呢每况愈下。其实那个时候也主要是信息不够发达，老百姓的娱乐生活范围有限，所以他一瞬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从演技上来讲的话，他跟好莱坞的影星，跟30-40年代的中国影星可能都不能够相提并论，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演技上特别让人钦佩的演员啊。可能有几部片子本色出演演得比较好一点啊，我就觉得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代表作。而且他拍了那么多片子，有的时候是一年一部电影，有的时候一年两部电影，还有的时候一年是多部作品。我们假如要看一看的话，那就是说一长串啊，我看看这个影视作品啊，1975年《南海长城》啊，应该是海峡，什么1976年《同志感谢你》，1977年这个刚才前面讲的一个电影叫春什么，1978年《小花》，1979年《乔治一家子》，1979年《婚礼》，1981年《原野》，1981年《前往》，1982年《心灵深处》，1983年两部《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1984年两部《北国红豆》《三宝闹孙镇》，1985年《无情的情人》，1986年《芙蓉镇》，1987年《大清炮队》，1987年《春桃》，然后1988年《一代妖后》，1989年《红楼梦》王熙凤。1989年《红楼梦》啊，这就不讲了啊。然后是1990年《大太监》李莲英，然后是中间就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到2004年《春花开》，什么，然后2011年什么《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什么2015年《寻龙诀》，什么什么，2018年《大轰炸》。2020年还有什么《孝感天地》《800》，就是他片子很多吧，电视剧那就更多了，什么《风华绝代》，《武则天》《火烧阿房宫》《桃之恋》《黄嫂田桂花》《火凤凰》《洛神》《永乐英雄儿女》《江山美人》《长河东流》《欢乐桑田》《我的兄弟姐妹》《宝莲灯》《京城四少》《灰娘晚星》，《阿友正传》，《日月凌空》，《家族荣誉》，《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宝莲灯前传》，《云秀》，《武则天秘史》，《隋唐英雄》，《养女》，《隋唐英雄》，《花城满城》，《我有一个梦》，《雪蒙千年》，还有舞台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风华绝代》等等。出的书呢，我刚才也提到过，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这是1995年出版的，我这8年是1992年出版的，《艺术与爱情》1987年，1983年出版的《我的路》，2015年又出版了一本《人生不怕从头再来》，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另外他有很多个人的音乐组曲，圆月组曲啊，还有慈禧组曲，什么刘晓庆的歌等等。主持的电视节目也很多了，这个过去主持过很多的综艺节目。说起来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中国最有名的女人之一啊。但是如果从演艺生涯这个角度来讲去评价，从艺术专业角度去评价啊，她的贡献并不是那么突出啊。但是总的来讲呢，她是一个话题人物啊。我们呢也是祝福她，希望她这个晚年生活愉快，但是就是给她这样一句忠告，我是希望有机会当面见到她，给她这样一个忠告，就不要再继续扮嫩了啊，该多老就多老。其实老有什么不好呢？老你才有资格呀，对吧？他不是在电视台做访谈的时候也喜欢讲讲自己的老资格，讲讲自己昔日的辉煌啊。他出道的时候那很多小明星连出生都还没出生呢，是吧？有的是刚刚出生还是穿开裆裤，对吧？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扮嫩了啊。那些20岁左右的小女孩老叫她小庆姐小庆姐，当然这是一种礼貌的称呼啊，但是你要真的要按照过去的叫法的话，应该是奶奶辈儿了啊，就是真正是奶奶辈儿了。马上就按照她的另外一个年龄，有人说她是1950年出生的话，那今年她就要满70周岁了啊。所以我们就是按照小一点的说，1950年出生，68周岁啊。所以呢，这个刘大姐不要再矫情了，不要再扮嫩了啊，我一点没有贬她的意思，我相反是因为比较在意她，过去比较喜欢她，所以还专门关注评论，希望她听到和看到以后不会生气。好，先说到这儿，谢谢各位。